下来直击好莱坞继续直击，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阿汤哥现在有够气的啦，因为人家用一个单字来激怒他，叫做 abandoned， 就是弃养。abandoned 叫做弃养，瑞士刀就是瑞士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以下的这则新闻。阿汤哥两任前妻都过得还不错哦。奥斯卡影后妮可基曼扮已故摩纳哥王妃，前天在法国蒙顿取景，大秀流利法文。另一个前妻也热衷工作。Please welcome Katie Holmes. I've been watching. 在决战时装伸展台最新节目《明星赛》中，凯蒂和众多明星跟设计师担任客座评审。哇，瞧她神采奕奕，笑容满面。呼呼，离婚后多开心啊！对比两个 happy 的前妻，哎，前夫阿汤哥就很无助喽。他八月初和宝贝女儿舒莉同游迪士尼后爆发婚变，接着就到伦敦拍片，还被拍到榴莲夜店，错过舒莉上小学。于是两家杂志双双用斗大标题“弃养”两字，指他代呼复职。阿汤哥生气了，状告两家杂志社所属集团求偿5000万美元，也就是15亿元台币。苹果娱乐新闻，舒莉可是阿汤哥的宝贝呢，报道。